早晨啊，今日2024年4月3日星期三嘅，欢迎收睇天海市直击。今朝我哋有海基证券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比比啦，同我谭海运陪你一齐开市嘅。比比，今朝大市有咩焦点啊？两方面，第一睇住个汇市咧，因为见到个美国嘅减息预期退却咧，美金升咗上嚟，咁人民币再跌咧，对港股不利。第二啦，咁啊日 yen 方面会唔会有啲中央嘅叫做扶持嘅措施咧？第二啦，今朝其实日本同台湾嗰边咧有地震咁啊，希望损伤方面就比较少啲啦。我哋节目咧踏入第二季开始咧，都有新面貌同大家见面啦。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嘅，同埋推介俾有兴趣了解股票市场嘅朋友收睇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同埋另一样嘢都要提醒翻大家，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三，我哋都有温杰咧上嚟同我哋做节目嘅。咁啊，大家记住即系俾嘅 fans 留意收睇啦。咁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嘅，欢迎你 WhatsApp 俾我哋，电话系9613389嘅，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 HK ETF 喺聊天室入边讲低你嘅称呼同埋留言，专头会回答大家问题。而家一齐睇睇上日美股嘅情况。美股連跌第二個交易日嘅 Tesla 跌超過4%，市場對美國減息嘅預期降温啦，債息向上，今日美股連跌第二個交易日嘅，道指裂口低開之後最多係跌超過500點，收市跌396點啦，收報39,170點嘅，跌超過1%啦。咁啊，納指跌0.9%嘅，咁啊標指都跌0.7%，納指金融中國指數逆市微升嘅，咁啊另外歐洲股市受壓啦，德國股市跌超過1%嘅。焦點科技股方面就是個別發展的 Meta 可以向上， Tesla 第一季電動車的庫運量按季要跌20%，股價跌4.9%。芯片股亦都係向下噶 ，NVIDIA 要跌過1%啦，咁失守$900嘅 ，AMD 跌幅都超過2%。以預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 ADR 普遍向上，百度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%，阿里美團和京東的 ADR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，小米 ADR 比本港上日收市略低。比亚迪同汇控的 ADR 比本港上日收市略低嘅。睇睇亚太区外围嘅表现啦，今日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下嘅，今日跌超过270点嘅，今日最新39,562点啦。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1%嘅，跌紧30点。悉尼普通股指数跌84点，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都要跌挨近82点嘅。咁睇埋新加坡交易嗰个港股黑期啦，咁啊而家最新就系都系向下嘅，咁啊跌紧20点左右啦。咁啊转头对完盘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啦，而家同阿比比倾倾嗰个外围嘅情况先啦。咁啊，道指同埋呢個標指咧，連跌第二個交易日啦。咁其實近日美國嗰啲經濟數據都叫強勁嘅，包括上日公布嗰個 ISM 製造業指數啦，今晚會有個 ISM 服務業指數嘅，同埋上個星期公布嗰個 PCE 咧，其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。咁啊，再加上鮑威爾喺長假期期間咧，就表示就唔急於減息啦。市場而家普遍預期啦，嗱，美國經濟能夠軟着陸，甚至係不着陸 ，no landing 嘅。咁十年期債息咧升到去4.4厘樓上啦。咁啊，美股星期二就受壓啦。嗱，最新就再有不急於減息的言論的。克里夫蘭聯儲銀行的總裁梅斯特就講到，他就話而家見到的情況就是預計聯儲局今年就適宜係減息3次嘅，咁唔排除6月去減息啦，但係就應該5月就冇可能減息噶啦，因為通脹回落的速度仍然係較慢嘅咁樣嘅。嗱，而家睇到CME Fed Watch 嗰個數據咧，投資者預期今年只係減息2次，或者更少的機率其實已經升到去44% 嘅啦。咁啊，較上個星期就高出咗15%啦，咁同埋有數據亦都睇到咧，即交易員而家估咧聯儲局今年估嗰個減息嗰個幅度咧，大概係0.65厘嘅，咁呢個係一個平均嘅數目啦。咁但係譬如喺嗰個點陣圖度咧，其實就大家嗰個官員預期減息嗰個中位數咧就去到0.75厘，即係而家嗰啲 trader 咧就預計嗰個減息嘅次數可能會少啲咁樣啦。咁嗱見到個情況就是美股的經濟數據是強勁，但是因為在這個減息預期推遲之下就美股就跌了兩天了。那你估那個樂觀情緒去到第二季能不能夠持續呢？譬如說如果真的能夠持續的，現在下跌又是不是一個買入的時機？暫時我們覺得都是個樂觀情緒應該可以持續的，或者退下一步說我們回來美股為什麼這麼強先？我們覺得我經常說解鈴還需繫鈴人，我覺得美股強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就係個減息預期啦，哎呀，捱咗咁耐咧，終於降息啦，咁對市場情緒啊、資金流向咧有好大幫助。第二啦，就係AI嘅浪潮，但你見到近排嚟計咧，兩樣嘢都好似有啲
唔好話搖搖欲墜啊，爭咗少少 AI 股咧，其實都已經開始有少少波動。除咗個別嚟講，可能係 MU 啊等等之外，因為而家就係炒緊 HBM 呢類嘅記憶體啊嘛。但係除此之外咧，強如 Nvidia 咧都已經有啲波動。咁呢個係令到第一隻腳就有啲腳震啦。第二咧就係個減息預期而家明顯地就係退卻咗啦。講緊可能就係今年減唔到三次啦，亦都係六月份咧可能係未必會減息等等。咁所以在這一刻來講就有機會拖累美股是有個回吐，但喂又不是說經濟衰退，是說經濟數據比預期為好、所以 我自己覺得的話、就算是一個回調都好，其實幅度就未必太大的、唯獨是即是去到第二季尾第三季頭才是一個真正的挑戰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第一就是喂究竟六月或者七月是不是減先，另外就是究竟、美國經濟放緩的速度會不會快過預期先，所以暫時呢一兩個月咧，都係叫做高位震盪，或者進一步推升嘅空間唔係太大，或者少少嘅回吐。但去到第二季尾、第三季頭嘅時候咧，真正嘅挑戰就浮現到。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仲係審慎樂觀。咁如果大家確信就係 AI， 譬如我哋成日講 AI 股啦，唔係一個純粹概念。係個企業盈利係持續增長嘅話咧，咁的而且確每次回調，當然你話究竟 Nvidia 係890定875定係860，呢個可能進一步再詳細講啦。但係大體上嚟講咧，我哋都係覺得暫時係個風波裡嘅茶杯，升咁多高位震盪咧，每次嘅回調咧應該係買入嘅機會。咁啊，大家做功課啦。咁係近排嚟計咧，而我哋叫做科技七紅，而家就變咗科技四紅，好似越嚟越窄。有啲部分嘅，好似 Tesla 方面咧，已經落後咗啦。咁我哋選股方面，可能就要更加小心少少啦。好啊。咁我哋睇睇港股上日嘅情況先。咁啊，開翻個圖俾大家睇睇啦。咁啊，恆生指數啦，咁啊，琴日就一度重上17,000啦，同埋成交都有增加嘅，咁到1,400億樓上。嗱，第二季開局啦，恆指上日高開270啦，最多係升超過400嘅，高位見過17,007啦，收市就係升390啦，升幅2.4%嘅。國指升2%，收報5,960。科指升1.9%啦，去到3,543嘅。大市全日成交增加去到1,441億啦，較上日咧增加超過20%噶。北水咧繼續錄得淨流入嘅，琴日嘅金額有37億。淨流入最多嘅係盈富基金，有152,000,000啦。理想汽車同埋美團有32,000,000嘅。急升9%嘅小米咧，有接近10億嘅北水係淨流出嘅。蔡生藥業咧急升11%啦，有2,700,000嘅北水淨出嘅。咁啊，同阿比比傾傾個大市嘅情況啦。咁啊，第二季開局叫做做得唔錯啦。咁啊，恆指琴日升，係啦，升近400啦。咁其實琴日咧高位就升穿17,000啦，同埋收市雖然咧就唔係守喺17,000樓上，咁但係因為咧嗰堆移動平均線咧，其實而家堆埋一齊啊，好近，譬如100天線啊、20天線。咁其實琴日咁樣裂口升咗上去之後咧，其實就喺嗰堆移動平均線樓。上嘅咁啊，同埋成交就去到1,400億啦。嗱，如果要數利好消息嘅話，就有幾樣嘅。嗱，包括第一就係、是、美國財長耶倫咧，就今日啟程去到內地做訪問啦。咁啊，為期7日嘅。咁佢會先去廣州，咁然之後就去北京啦。咁係舊年7月以嚟就再次訪華啦。同埋嚟緊喺北京嘅，就會同總理李強啊，同埋人行行長潘功勝等會面啦。咁啊，呢個係第一呢個消息層面上啦。第二，譬如話，如果係一啲comment 層面上咧，其實對沖基金橋水嘅創辦人咧，達里奧咧。琴日就再喺社交平台度咧，叫做唱好內地股市啦。咁佢講到嘅問題就係，而家關鍵問題唔係應唔應該喺內地投資，而係應該投資幾多嘅。同埋佢講到嗰個背後嗰個邏輯或者佢個解讀就係話，因為有跡象見到咧，內地好快就會開始量化寬鬆，咁同埋有一個債務重組啦，去實現漂亮嘅去槓桿化。咁不過提提大家，即係佢一直都係睇好中國嘅，即係唔係突然間轉態，係一直都係中國嘅好友嚟嘅。好嗱，首先想問下你對內地嗰個情況，唔係對嗰個港股嘅睇法嗱，琴日就有一個大成交啦，咁就係做好啦。咁嗱，第一呢個係咪能夠成為睇好嘅理據咧？但係都要提翻大家，聽日港股係冇事嘅，星期五係有一 trade 嘅，但係內地聽日後日係冇事嘅。咁喺呢個即係比較成交會比較少、假期淡靜嘅背景之下，你會點睇比較短期嘅走勢啦？我其實冇變到，我哋個觀點都係1月22號喺14794做咗個短至中期嘅底部啦，跟住我哋其實喺一個反彈浪裏邊嘅，咁但係又14794彈到咪之前講緊可能係17,000或17,214，喂2,000多喎，咁港股又唔係真係咁好，咁所以短期個整固咧係一個正常嘅舉動，咁所以再重複一次就係1月22做咗低位反彈當中，而家就處
於一個新的整固，所以大位上嚟講咧，我哋冇大改變。喺過去呢差唔多一個月咧，大家成日話你啲嘢唔轉嘅，咁我哋啱啊嘛，真係唔需要轉啊嘛。下面大概16,000至16,200啦，上面咧17,000至17,200咧都幾大阻力嘅。技術上睇嘅話咧，其實而家有個雙頂嘅，咁啊包括喺呢、這個1月2日嘅時間啦，應該係1月2日啦，就17135。咁另外咧就喺呢個講緊係3月13日啦，就係17214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啦，17200咧，都唔係咁容易突破，葉師傅。咁有啲咩需要留意咧？我諗第一就係美股方面唔好出大問題啦。第二啦，都係翻內地嗰度啦，因為頭先提到，除咗你話有啲主要嘅投資者有啲好嘅 coming 之外咧，我諗近排由之前講緊可能一啲嘅經濟數據去到 PMI 咧，都比預期為好喎。呢樣嘢係增加咗市場嘅信心，